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彭尊，彭尊。我是 Riley。你今天准备好了吗？我差不多先补眠补了三天，把火力留给今天。全部晚上我们就留给他。让我们欢迎达哥不断寻找男人 ，AK 超能力少年齐哥。我这不就来了吗，达哥？哎 ，Q 了我这么多次，为什么？平均一下身高，画面比较好拍吧。差蛮多，差蛮多。魔鬼藏在细节中。我就不讲我们低消多少，我们今天就不要管低消，因为我知道你也是憋了蛮久，对不对？想要来这家店很久了。我觉得我们的感情不需要低消，那个股权让渡书我也拿出来。你知道这个？以后我就叫你老板就好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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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但我今天真的是忍了很久，看达哥这样买，羡慕。你今天想买什么啦？我有锁定的目标。不，你今天不想买什么？什么都想要。我想买鞋子，因为我最近因为你，我又开始收集球鞋，入坑大哥系列，入坑了很多系列。那我最近想看有没有新系列可以让我入手。你买东西有没有一个逻辑？譬如说，你是看他喜欢的买，还是贵买？哦，看贵的买，对不对？我买东西有一个逻辑，我喜欢帮朋友买。我们这不就是你？是啊，因为我喜欢朋友跟我一起穿一样的东西，可能人家会觉得说哇，情这么大年纪的男生穿情侣服不好，很好笑，但我就觉得那种氛围很棒。所以你有的东西，泽图全公司都要有一套，基本上很长吧。对，收不了收起来，收不了收起来，对不对？基本上很长吧。好，我们直接出发了啦。我直接先开逛。今天我要开逛了，我全两节了。反正今天就是齐哥买单。没有，自己买自己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没有，今天就是齐哥买单，谁来买爆？出发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到62楼，但今天呢，我需要每一集还是可以带给观众一点小小的知识，好不好？不要只花钱，所以我们请薇介绍一下关于 Supreme， 它是每一季什么时候开始，然后出了什么？基本上一年就两季嘛，春夏跟秋冬。你是不是想听这盘？没有，我想听，因为我不知道，所以我会学习新知识。啊，是跟着国际的，所以大概是2月的时候开春夏，每个礼拜上一次。这一季21年春夏的第10周，因为像我跟齐哥，我们有也去过纽约逛过 Supreme， 但是我们没去，都没有看到。限量的东西应该不是，不敢问店员，太凶，太店员太凶了，因为都被店家拿走。那你们是怎么买到的？就是加钱跟店长买啊，所以他们这是不成文的规定。对，基本上就是有损。你有没有看过那个一些香港的旧的店？有没有看过雷洛？没有。猪油仔？没有。下一位，下一位，是这样。毕竟其实一件 T 恤大概折合台币定价不到1500。对，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Supreme 其实很便宜啊，是1500左右，因为它的 T 恤其实是滚筒 T 去。直接印刷的，越讲就越不想买了。没有，可是越讲我越想买。老的版牌它就是这样，它就是穿起来就是那个版型就很老，版型比较粗糙一点。这个油水一层一层的，然后最后到我们手上可能一件就很贵了，2500之类的。对，哎，我是有订了3件，有。对啊，你订了3件，然后你到今天你才跟他来拿，你这意图太明显了。这个颜色，哎，这好看，多好。他挑给你的，蓝色吗？他一件你，对。放起来了吧，那我们就开始开逛了。开逛了，只达非彼达。达哥，我先跟你讲一件事情，我已经看到一件你的衣服了，你来。喜欢都可以问我，我都不可以穿。这是像不像你的衣服？这是超像，这写着你的名字。超像，太 low 了啦！哎，我想要这件，想要就是。我说我上次看到坤达哥来的时候要进去里面试，大家是不是想跟着进去？今天应该还好。那我如果今天直接在这边换，大家会想看吗？还好啊，那我就先进去啊。齐哥，我帮你选了一件。这我可以耶，肯定是我不可以。齐哥有在打篮球，这个他应该是他有在穿。他这边比较丰满，我觉得这太小，我的胸部比较丰满。这可以。威力这有 S 吗？现货没有，要处理一下。Medium 呢？现货剩这一件。现货剩这件，那我们看一下。好，这件刚好是 Medium。结果齐哥买不到，对，都没有他的尺寸。因为没有我的尺寸，因为我的身材是大家可能看不出来，我的身材是比较矮小一点。不会，谁看不出来啊？我已经走进去。对，可能看不出来。公司的，给我过来。不是，多了。大家可能看不太出来，我的身高是比较矮小一点。在我们心中是小巨人呢，对不对？哎，还真的看不出来。没有，我很容易被彭尊推坑，坤达都被他推，对，哎，这是真的，阿弟也被他推坑，我要这个，然后 Sunny 穿了他穿的那件，哦，我知道，我有看到，这样听起来他入股了，是不
是不是你这边最强的业务单位？算是蛮奇怪，数一数二吧，数一数二。那我要逛什么就跟镜头讲，对不对？不要，你也可以不用讲，你可以逛自己。哎，小草最近变胖吗？你说你啊？对，你好好讲哦，好好回答哦。你幸福肥？你交男朋友？没有，是因为看到你就受不了。等一下，怎么有点开心？我们的不用不用，哎呦，还是怎样？什么东西？怎么有点开心？我是很开心。这边在干嘛？这边干？我觉得一人一个礼物最公平，好不好？我现在先帮天佑找，找完帮 Danny 找，彭尊跟阿达自己找。这怎么好意思？哎，奇哥，这样，奇哥不是，奇哥，奇哥，对对，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。你们要僵尸？他最近有蓝白的，所以我想买一个这个给他，配合他的鞋子。哎，他没有，天佑他会喜欢。那我再跟你们讲一件事，就我要去露营。好，谢谢。是真的要去露营？真的要，拜拜。天佑，我知道。天佑，谢谢。谢谢。这是你的导游，带你环游世界，到处飞。你们终于记住了，可以吧？可以吧？拜拜。哎，这是我的童年呢，荆棘耶！没有人二十四岁讲童年的啦。啊，对不起。到北。嘿，你知道你试了什么衣服吗？什么东西？我试了什么衣服？被我征服。被我征服。我操！干嘛？我先讲一句话，我真的是没有想被女生撩过。你干嘛要抓这个啊？拉出来！打公车！我害羞了。而且你上面也有一些水珠了。对。流手汗。干嘛？脸红了。我害羞，我们逛下街好不好？好，请逛，请逛。要不要买个小礼物给他？老板，这个月薪水算我的。他月薪80万哦，没有问题。威力，我真的很喜欢你怎么教你的那个员工的。你看，很明显，奇哥他根本没有在逛，他只是想找事做。他说：“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怎么会有人要征服我？”好，我们下去吧。好，下去，出发。等一下不再下去，我下一个这个没问题。哎呦，这一区就是二手区，有时候捡到宝，但是你就要自己花钱挑。其实有一件很吊诡的事情，就是你在镜头开始前先侮辱了我一番。不是，就是明明我跟他奇哥差了6岁了，但其实我们好像经历到那个喜欢潮流球鞋的时候是差不多的。对，对不对？也是 Dunk SB 的。我高中的时候差不多是你大学的时候，所以那时候你应该买最凶的，我也买的蛮凶的。那有没有哪些鞋是你那时候没买到，觉得长大之后有买回来的梦幻鞋款？现在买不到啊。什么 ？Nike Easy。Easy Air Easy Air Easy 一还是二一代红色那是二代，那是二代，对不起，因为那时候我太小了。对，那时候小朋友你要花10万块去买一双球鞋，真的假的？可是还能穿吗？可以可以，好，那帮我买。不论多少钱吗？多少？你再报一下价好了，因为我也觉得没有必要花那么贵钱去买。20多现在。哦，那还蛮算了，忍住了，先忍住。我觉得那20可以买这边好多鞋。对对对，我们可以买鞋了吗？可以，来吧来吧。我想要知道很久了，因为我知道它是 Fragment 跟 Converse 的联名，还是有 Moncler 吗？对对，还有 Moncler， 因为还有黑色，对不对？那是没问题，绝对是帮你把两色都处理。谢谢老板。对，去啊！你刚刚还有一个。你在绑的时候，我们派我们的小天使出马，跟你聊聊天。等一下，等一下要卡住了。我可以，我可以帮你。来来来来，女生帮我绑鞋带，我会折手。奇哥，你有看过神奇宝贝吗？怎么现在不敢回答任何问题？废话，你看过吗？我频道以前拍神奇宝贝的。你知道就是小智在丢宝贝球的时候会说什么吗？不知道。这决定是你。鞋带怎么绑的？啊，我请不到鞋带怎么绑的？前台报警。我指令要求，我要陈涵跟 Apple 都在，好不好？坤达哥来，我们也这样撩起来。你手是湿的，站好，老板好。刚 Apple 跟我讲说，希望水不要留在这边，不要造成大的困扰。我没有讲，我要记得带走。目前所有来宾都留了一罐水在，没错。为什么？他们喜欢喝水，忘记了。
七个，反正你今天只管做好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只要管好你的酒就好。我说，怕我不小心情上去。有一双吗？什么东西比较特别？哪一双？这个目前还没有来宾看上它，但其实它哦，这个穿出去真的这个超级屌 ，CPFM。这我不行哎、欸，怎么会不行、啊？其实这个鞋型是蛮适合你，我有可能会买，可是我绝对不会穿，那就是浪费。对啊，因为其实我比较适合那种，有人在看我有点紧张。好，因为我知道我比较适合就那种百搭鞋，你知道我的型就大概就是那个样子，所以我就是百搭鞋。所以像这种鞋你要特别为了它去搭配的话，就比较不适合我。因为其实彭真蛮知道我的个性，你蛮理解自己想要什么。我不是那种会一直去跟风，因为我如果会跟风，其实撒开照来说，我每个颜色都有。但因为我那时候就是第一时间，我觉得我自己穿撒开好像没有这么好看，然后我又觉得我要为了它专门去搭配的话，那就不是适合我的鞋。我会找寻适合我的鞋。我来收起来，因为你应该换不到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现在看到。我现在看到对面有个我蛮想要的东西。你说这里吗？我吗？你的对面。我是说包包。红队，你觉得这包包适不适合我？可是你有在背米色的吗？还是黑色的？就是因为我有黑色的包包，所以我想试试看。今天上去了，出发了。今天上课加油啊！哥哥，谢谢。黑色的，我觉得红色他会觉得太招眼。好，黑色。那奇哥要试戴一下吗？对，他抓头发，然后维护我们老板形象，要抓头发。一下哦，不能戴太久哦。讲好，你们要帮我吗？来戴一下，戴一下，戴一下。可以，怎么样？你看起来骑车很强的。还看起来，我骑车真的蛮强的。谁在乎啊？不要不要不要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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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陈汉帮我戴，要要要要。这个手会香，跟你的手不太一样。当然当然，我好久没接触到会香的手。好，那我们往最后一区，这一区呢是公仔区的，目前还没有人攻克。我想要这盒，这边都是盲的。应该是这个盲这个应该比较有看头。我想要盲这个，因为真的不知道你会盲到什么。奇哥家的频道去盲盒这两盒，那我记得没错，上面会写说你抽中这支的 percent 是多少。对，所以这蛮有趣的，一抽完就可以知道说这支是不是限量的。那到时候再到奇哥频道看。这边我要那个特别。谢谢威力，因为威力在我们公司开幕的时候有送了我们一支1000%的饭谷，超屌！就谢谢威力。我想拿一个哦，你有想的，那我猜一定是这个啊，你猜什么？我猜三眼怪。错，弄冷了，我要这个，你弄冷了，好。因为我以前在美国读大学，就是都会，然后我会去吃粉，知道你，我会去吃，我没有不是，我会去吃粉，然后我吃粉的时候，我就很喜欢沾这个酱。跟大家解释一下，粉就是越南河粉，我很喜欢吃越南河粉，而且尤其是那种礼拜天早上，我都会去吃越南河粉，所以我就一定会这些。怎么这样放？对，所以我就一定辣椒酱。对，所以我就一定会沾那个辣椒酱。我想吃这个，对。等一下，不然你吃饭。可以吗？很好吃，很好吃。这一句就有，这一句就有。大家可能以为我们在那边觉得他可能那么害羞。对，你看看你个，我也不好意思，你不要吃。你看看我们这一排是怎么样？我们公司从来没有那么想过。他们今天以为我们公司超级，以为是达哥来。对，他们就以为是达哥，就没想到是奇哥。所以他们先把这些梗先练好。你要不要先跟镜头道歉一下？对不起。你看你，你在痛吗？我听到你在说。你见伟牙什么时候？就明天了。你见伟牙什么时候？明天把场地我定好了。好，我们就结账了。今天的金额是10810，总共10万元整。恭喜第一个买到10万了，来宾请掌声鼓励鼓励。好啦，我觉得值得，因为其实不只有我的东西，我有买给大家。对，真的，真的，我有买给大家，而且其实我留了蛮多东西在这里，比如说手汗呐、啊，对，说他的心啊，对，我正在讲这个，我正在讲这个，对，所以好，10万，那就刷卡，谢谢。我怕碰了又会再心动一下。谢谢。
西这样。是不是没办法拿？我你这边还有一袋，我拿不下。真的吗？我的手勾不了。好，那我好像拿得下。你就拿下。我好像拿得下。来，你拿着一个，啊，你拎只手。我可以坐在店里面吗？我还是先。啊牵你的时候，跟他女朋友放不开。哎，这是本身上网查的吗？啊，我们今天那个奇哥这个蛮害羞的部分，我觉得这是我们意外的收获。对，我们下一集我们也找一个那种害羞到不行的，一讲到一些被撩感觉耳朵红的来宾，好不好？这样子单元就直接叫做我爱红娘，来电不是？那我们来电是3万，不好意思，低消的3万。然后还想看到谁来我们频道买爆呢？欢迎留言给我们。那喜欢频道记得订阅频道，追踪我们的 IG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